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要来测试强者卷了。这卡池三步时要测一下，你看看这个概率有没有什么改变吧？因为你也有强者卷，我也有强者卷，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抽点角色，看看官方有没有改什么变化。有的时候说不定会改哦。以前的话可能比较少，不过现在的游戏呢，它有些过程开始都有在变动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哦，新增一些改版的讯息，虽然 bug 也是不少。乔泽，哎呦，这次怎么那么快就抽到了乔泽？然后我发现呢，这款游戏最近有一些玩家都给我退坑了，怎么都跑了呢？是吧？不能够去这样子啊，要跑也不找我一起跑，是吧？有啦，有观众有跟我说他要玩什么游戏，玩什么游戏。有的时候我稍微会听啦，但是就是说可以陪你们玩啦，好不好？就狂人有的时候现在还在镇守一拳超人，等一下我先把这个买了。哎呦，怎么 SSR 变多了是吧？啊，变多是不要紧，你种植不重量，所以你给一堆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用。你要给就给蛇女，给大熊岩，还很难抽的金属棒球棍、疫苗人。还有430张，好像 SSR 变多了。 SSR 是不是变好抽了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是一拳超人手游吗？还有420张，很多人都有跟你们说最近感冒很严重，你一定要听进去。那是你还没有感冒，你可能认为没所谓。有的时候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，你把口罩给戴着吧。这个病毒哦，这一整个月，从去年的12月到现在，很多人都生病了，非常多人，好几万人都跑去医院了。所以我说你自己要注意一下。还有407抽，哎啊，这次是个博士，这都是穿黑衣服的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弟弟怪人的好朋友弟弟王，绝对的统治者。这样子看起来这一次的 SSR 好像是比较多，应该不是错觉，有比较多，很奇怪，这 SSR 变好抽了。太傅什么时候可以变那么好抽啊？这没有抽几抽哎，今天怎么喷那么多啊？这已经喷到，我的天哪，这太多了，这不是一拳超人啊，这怎么会是一拳超人呢？是吧？你不能够去给那么多 SSR， 我要退货啊，我真没有要那么多啊，我够就好了，我就不要那么多啊，一二三。说不要那么多，结果再数几只，4、5，哎，真的给了多了，6、7，他给了7只，我们这个没抽多少抽，给超量了，这个给超量 ，OK， 那我们就继续抽，还有定向是给旧版的 King， 因为新的 King 出来了，这个定向是给旧版的。那么新年也快到了，这一期新年的话呢，狂人希望呢可以准备抽奖活动，但我也希望我身体能够好一点。因为我一直都想要给观众抽奖，可是我明白吧，这个力不从心。好，还有350抽。今年过年我想说要准备红包给观众抽啊，因为增加一点喜气嘛，然后红包上面我可能还可以写祝福的语言嘛，对不对？给观众保个平安，以后身体好一点了我们再从长计议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这现阶段有的时候狂人比较不好，说不好听能听到我的声音是一天，就是一天了，是吧？可是不能够那么悲观啊！我昨天是没有力气拍影片，你们知道，我都发到 IG 上面去啊，我都没有力气发影片。好嘞，那今天想一想呢，我觉得还是要发。就是说，你这个生病了之后，你就不去做了某个事情，那也不对，违反常理，有没有？你这个越是病恹恹，你越是要爬起来。刚好我们也要示范一个良好的榜样给大家，确实是这样子。有不好的确实要改变，是吧？你们也好好加油。好，怎么刚讲完他这个游戏变好抽了之后，怎么现在变成都不给了呢？是吧？那个是错觉啦，这怎么会都不给了？甜美假面还有270抽，来了，才刚刚讲又来了，原来如此。这个是铜帝，没有蛇女，没有疫苗人，没有大熊眼，没有旧版的金属球棒，这个几率是没有改的。已经这么多个月了，都常常就是念这个，官方他自己都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大九眼你要好抽一点啊，不能够这样子啊，这个大九眼是不能够去不给人家抽，没有办法说组成二队三队让他容易一点。
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崩普没有在强者圈，那是没有所谓，就是说崩普的核心，大九点的话，有的时候你至少要再减单一半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现在这个几率太难了。我知道有人抽到，只是我觉得太难了，因为我们毕竟抽到现在还真的是抽不到那么久了。钉锤头那天后来有观众说这个钉锤头没有死掉，他说最近的动漫钉锤头跑到囚犯旁边啊，到哎呦哎，怎么会有邦谷啊？好久没有抽到邦谷了，邦谷我们好一阵子没有出来了，还开启了管理。好，他跑去囚犯旁边当囚犯的小甜心。观众说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为狂人没有在看最新的《一拳超人》动漫，我的记忆力都停在第二集，因为只有看动画嘛。不过第三季的动画好像今年也要，今年应该有机会就可以播出来了。到时候我肯定是会看，因为我觉得《一拳超人》动漫还是很好看。还有187张，又来了又来了，普洛斯就是没有我们刚刚提到那几只，你连蛇女也是很难，蛇女很多人他是抽得到，我觉得最难的真的是大炯眼，真的是张望怪我们抽不到，这应该也是很多玩家抽不到，又不是我们一大票都抽不到，搞不好100个人来算只有2个人抽到张望怪，你信不信就好了，真的是这样子，不骗你们，它概率太低了，应该调成100个人，那只有一个人抽到就好了，是吧？都别抽，抽你们抽不到还留言说什么大九爷我抽到了，还传到这个粉丝团去炫耀，做人不要这样子吧，是不是？你跟抽给我炫耀做什么？好了，同地微笑超人 SSR 嘞，又是钉锤头，钉锤头很可爱，来了来了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哦。这毒刺我没有啊，怎么顿了一下，这毒刺我们没有哦，我毒刺是没有，所以他开启了管点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吹雪族啊，地狱的吹雪，今天说起来 SSR 确实有招募的比较多，不过我们想探讨的问题还是刚刚说的啊，你这个大众眼跟别的他没有改变的，还是很难，你比较简单的是二郎豪杰这些，它是次等简单，但是说起来也不是这么简单，对吧？老款的角色总是最多的，其实这样子也 OK， 就我觉得大众眼概率太低是不 OK， 大概是要跟豪杰跟二郎啊差不多，或者是比豪杰难一点，这个现在是太难了。来了三个古虫，难道有什么好看的要来了吗？在影片的结局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招募到大众眼了呢？我只认同强者渊子武士，今天剑次郎三元螃蟹怪汽车人闪服吊带菇，还有闪石汽车，还有耳石汽车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获得大转眼或者是疫苗人呢？没可能，这不可能啦，没了啦，怎么会这样子，又跑来原子武士，今天这一期是原子武士是最好抽，跑出来最多只就是原子武士，反而你奇怪的阿修罗什么都反而都没有给了，黑光也变得怎么会越来越难抽，以前阿修罗跟黑光它是比较多的，还有深海王也不见了啊，深海王最近都越来越少看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信件也拿一拿，拿了之后呢看看能不能再抽到十抽，这里是七抽八抽九抽，还差了50钻石，那么这个地方给他收一下材料，然后进行最后一次实验抽，然后本片终止。明天再给大家介绍目前为止所有的 UR 角色呢，最推荐抽的到最不推荐的到底有哪一些呢？那每一个特质又是什么呢？好不好？我们最后实验抽看有没有大熊岩，然后明天见喽。198764，198，这什么？黄金球？我们没黄金球吗？难怪刚刚又顿了一下，开启了管眼。890 OK， 本片结束，大家拜拜，爱你们，拜拜。